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重点叫做比热。什么叫比热？不同的东西给了一样的热量之后，温度的上升的情况会不一样，温度上升会不一样。我们说这是因为它比热不同。加热一个铁，铁块的温度上升比较快；加热水，水温度上升会比较慢。那我们就说这是因为铁跟水的比热不同的关系。所以给予相同的热量，温度变化情形不同，我们说这是因为它们的比热不同的关系。好，比热就是一公克的物质温度升高一度 C 所要吸热或者是散放出的热量变化一度 C。 这里有一公克的铁温度上升如果一度，如果需要吸收 0.2 卡，就把它比热叫做 0.2。 好，有一个油，它如果放热降温一度 C 会放出0.5 卡的热量，表示比热叫做 0.5。 一公克的物质温度变化一度 C 所吸收或放出的热量就称为它的比热，所以你就知道水的比热多少，一嘛，因为一公克的水变化就是一卡嘛，一，这个要背，不一定很好背，是一。好，这样比热都不用背，比热都不用背，只有水要背一。所以我们公式变，所以我们的公式变这样子了，叫做热量等于质量乘以比热乘以温度变化，英文写作 H 等于 2S delta T， H 就是热量，单位叫做卡， M 就是质量，单位叫做公克，接下来就是一样，是温度的变化。那我们现在是用高温减低温，应该是末温减初温。单位是度 C， 然后 S 的比热，单位这边写的卡克度 C， 卡克度 C， 啊，量这个单位啊，单量子，所以就是我们的公式。所以我们从最早刚才的公式如何算热量，就是算水的吸热跟放热的，当时叫做 H 等于 N delta T。现在呢，变成每个东西都可以用的公式，叫做 H 等于 2S delta T。水的比热是 1，m 乘一乘 delta 就是 n delta T 嘛，所以是这样没有错。所以未来之后我们计算热量公式都变成这个了，哪个 H 等于 2S delta T，m 是质量 ，S 是比热 ，delta T 是温度变化，哇，温度变化，啊，吸热放热造成温度改变的热量计算公式。叫做 H 等于 2S delta T。 好，再看一次，记得 H 叫做热量，单位是卡， M 叫做质量，单位是公克， S 叫比热，单位是卡，在上面下面是克度 C， 然后呢最后温度变化 delta T 单位是度，我们用摄氏度 C， 这就是我们的公式 H 等于 2S delta T，这是我们的热量计算公式，请你要会背，要会背。未来都是用这个公式计算，包含算水都是用公，包含算水都是用这个公式计算，只是水的比热是一而已。啊，这边有一个比热表，讲过了，不用背，老师要用到都会给你，只有一个要背，水要背，很简单，一，只有水要背。其他的都不用背，其他的都不用背，只有水要背，水的比热是一，其他的如果要用，都会给你，题目写多少你就带多少就好了，如果多少你带多少就可以了 ，OK， 这叫做比热的公式 ，OK， 然后说不用背，但是水要背，有个重要的观念，叫做相同的条件之下。相同的条件之下，比热大的温度不容易变化，包括不容易上升也不容易下降；比热小的温度容易变化，包括容易上升也容易下降。刚才讲说条件相同，这个条件相同一定有一个条件叫做质量要一样。你不能拿个游泳池的水去跟个铁钉比，谁的温度容易上升快？
拿一小杯水跟个轮船比，看谁温度上升比较快，不能。要质量一样的情况之下，要质量相同的时候，在相同的条件，一定有一个叫做质量一样的时候去比。比热如果比较大，温度不易改变，不易上升，不易下降；比热比较小，容易改变，容易上升，容易下降。这是一个重要的，考试也喜欢问的问题，要晓得重要的观念。这是一些实例，因为水的比热一比大多数的东西都来得大，所以呢，水的温度就不容易上升，也不容易下降。所以那个自助餐厅底下可能会有一些热水，让它保温，因为它温度会变化比较慢，可以让它温度保持的比较久。有人冬天，你们有人是用暖暖包啊，自己发热。还有一种是白金怀炉啊，那也是发热。啊，有人会以前古时候会有个热水袋，袋里面装热水，放在怀里面的，那个热水的温度变化比较慢，可以保温比较久，保温比较久，这都是水。那倒过来可以冷却，什么汽车引擎啊，什么气冷式、水冷式啊，用水去把那个引擎的降温冷却下来，因为它可以吸好多的热，温度变化变不太大，不太大。或者是你们地理会教的海洋啊，地理会教什么叉叉气候区啊，地中海型气候区啊，什么气候区，那个旁边有大海的就可以调节温度，因为它可以吸好多的热，温度不上升，放好多的热，温度不下降，所以就有一些不一样状况。所以海洋也可以有调节气候的功能，而且气候功能 OK。有20公克十度C的两个液体，这样煮，这样加热，请问你谁是对的？谁是对的？第一个，我们是同一个热源，每分钟给的热量一样，所以加热相同的时间，这两个东西的吸热是一样的，吸热是一样的，所以 A 跟 B 都是错的。30度C 的时候，看上面所显示的，要到达30度C， 啊，要到达30度，钾呢大概4分钟，乙大概8分钟，所以钾化的时间比较少，所以它吸的热就比较少，所以猪是错的，猪是错的，好。那么你从图上看到加热一样的时间，钾温度上升比较快啊，对过来加了8分钟，钾到40度，乙到30度，钾温度上升快。刚才讲过了，相同条件之下，比热大的温度不容易变化，比热小的温度容易变化，所以我们就知道钾变化快，钾的比热比较小，所以答案就选 C。 OK， 好，请问练习五，谁对？这里的选项呢？这里的选项，来看一下啊。因为丙跟丁一定有个对嘛，对不对？甲跟乙一定有个对嘛，啊，那所以答案是谁？答案是谁？答案是哪一个？9号，你的答案选哪一个？ A 猪，啊？你选猪？你说，帅哥男，有个帅哥男吗？有25，25。A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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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